下一组有没有办法破掉这个十一关的十一颗的这个记录？对对对对，有没有办法？哈，来哦，是这个阿伟，阿伟发难，然后毛弟，毛弟这么轻，我看气球不容易破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！好的，来计时一分钟，一杯。啊啊！果然在手，什么难看的画面？阿伟很痛。对呀、啊。啊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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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换。夹好才能。惨了惨了惨了！一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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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这两个？太轻了，小，不要不要，谁要留你三三三？你那一看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好色，好色哟！连气球都没辙的两人，能否拿到大奖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好色，好丑哟！有了，四颗了！我的天哪，我！你们不要一直顶啊！你夹紧好不好？到底会是由哪一组获得最后的胜利，并且拿走大奖呢？看下去就知道了。当我们夹在一起，这个应该难不倒弟弟吧？是不是？难得倒毛弟吧？我觉得毛弟你 OK 吗？会比较辛苦一点、这个，好不好？难得生日来玩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谁要对抗谁？我好了。好，你好犬对毛弟吗？面包虫超人。面包虫超人，真的。好了，有要呛下的吗？没有，直接来是吧？好。好的。现在比数可是1-1哦，谁在这关赢，谁就可以开始参加我们后面的抽抽乐了，好不好？耶耶耶！一杯杯杯杯杯杯，到我们夹在一起 ，Go！ 啊、oh, ，哇，弹簧腿吧，弹簧腿吧，你没有反常，加油啊！好兄弟太强了，那双快腿夹的毛利无法动弹，并且施展霹雳旋转手，让他昏天暗地的，太强喽！整个是取笑弟弟了吼，对啊，好好练一下。下一个谁？若吉啊，威廉对上我们阿伟，阿伟好、啊，两个最壮的，他们两个鹿死谁手不一定哦，好好现在他们在演戏就对了。很烂。决斗，决斗，快点。好硬啊！真好，你们这是何苦呢？好不好？对啊。范姐可以抱他了，我需要扶你吗？哎呦呦呦，你看看，没有他可以自己跳上来，一杯杯杯杯，不用跳的，一杯杯杯杯，啊！小心扫到那个男生的，我来跳，哇塞哇塞，你一定会选手巨人，不会输不会输，我要玩很久，威廉发狠，威廉发狠，阿伟加油，哎呀，不得了！小猴阿伟大战金刚威廉，一开始打得不分上下，输就输的阿伟，你是想爬树吗？露出破绽了。不过阿伟你也别难过，小猴是打不赢金刚的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杀气这么重啊，老师讲。所以显而易见的答案，这关是我们好不好？敖犬跟威廉获胜了，所以最终就是这两个人可以进行我们的抽抽乐啦 ，Go！ 恭喜敖犬和威廉获胜啦，抽抽乐你们先来啦！四位寿星们在本堂过生日，备人是一定要的，不过苦尽甘来嘛，人人有奖，抽抽乐最高奖金5000元，谁抽到大奖就来看看吧。好啦，胜负已经揭晓。
晓四位寿星里面是哪两个得胜了呢？ Yeah. 是我们威廉跟獒犬，所以他们可以得到什么荣家？哇，他们有可以得到联动多功能的这个造型音乐 MP3 两台 K 一台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公仔啊，还有玩具等等，真的很棒哎吼，恭喜！但这两位好不好也不要气馁，你们要有500元现金啊，500，对啊，感觉好凄凉。好啦，不要说堂主对你们不好，四个都可以一起参加我们这个抽抽乐，哇哦，翻牌的 feel 好不好？对，里面呢有一半以上都是奖金，对，最高呢5000现金，哇，5000啊，有没有好？搞不好你们就反败为胜，抽到5000啊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是？其他就是有一些很精美的礼品，有3000，有2000，也有就是一些另类的东西，很棒的。不会又有面包虫吧？不会不会，不要再来了。没有面包，应该没有吧？不过我们制作人笑得很诡异。好啦，来，我们从谁开始抽？一组一个来抽，好耶！好，两个人。老天爷，看你啦！耶！我们来看看，让他抽。我说一二三，你就抽哦。下面的右边，我跟你讲，大奖一下，中间，怎么样？想不想要王子面？不想。我家人在干多。对啊，来，王子献上这个王子面的片。耶！生日快乐！再祝我们一点心意好不好？生日快乐！真的，两个好好去分这一杯来。这边是要派出谁来？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不管怎么样，就不要比王子面输就好了，拜托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有更好的，还有比王子面更烂的礼物在里面，小心抽到，真的。好，来哦，好想你们抽到。对，来毛弟，好好的来选一选。右边，五千，右边那个。哇！1000元现金，毫不犹豫翻到1000元，很幸运呢。5000块在哪里？来的，好啦，重点1000元奖金，来，哎，搬好啦，这么快，好啦，恭喜两位，希望你们都有一个愉快又难忘的这个 Happy Birthday， 好不好？后面的弟弟们，下次想不想过生日？不想，我就知道，小杰，你看没有过生日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来模范棒棒糖就在这里 Happy 的退堂了，看，谢堂主。谢龙家，快乐当头特务兵，开门试图昏神解除。快乐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爱情。獒犬挑战彩带舞，没准备的下场是。那个比较会缠绕自己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比较软，连道具都没有准备，好，好，回去做。精彩内容请锁定明天晚上9点，国办棒棒糖。